里是新加坡樟宜会展中心。当地时间2月20号，2024年新加坡航展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新加坡航展是亚洲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航空盛会之一，每两年举行一次。作为2024年的首个大型航空装备盛会，本次航展吸引了来自50多个国家地区的1000多家公司参展，各家参展商也拿出了他们最前沿的明星产品，各式各样的客机、无人机、直升机等，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飞行天团。Presenting to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919. And the C919 aircraft accommodates 158 to 192 passengers with a range of 4,075. 此刻正在空中翱翔的就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通道干线客机 C919， 蓝天白云下 C919 展翅翱翔，向公众展现出了流畅的机身设计和轻盈的飞行姿态。此次参加新加坡航展，也是 C919 国产大飞机首次飞出国门，在世界舞台上亮相。今天看到这个国产大飞机，也非常激动，非常自豪。第一次看到咱们国产的大飞机翱翔在外国的蓝天上，这也更加坚定我认真学习飞行器设计这个专业的决心，坚定我航空报国的初心。就是今天来这里看到 C919 海外首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这个都为我们将来建设航空强国注入了非常大的信心。我现在是在 C919 的客舱内，虽然这是一架定位为150座级的单通道载体机，但是可以看到这里的座位还是比较宽敞，而且在通道内行走也不会觉得狭窄。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view the COMAC 919. It's a very impressive aircraft. I think in the future, the 919 will be a very popular aircraft.Because it has a very good range as well as capacity. I think C919 is a good aircraft. I think it's more economical to operate. This is good. I think in the future, C919 will become the trend in Indonesia.从2023年5月28号我们商飞运营开始，一直到2024年的1月31日，我们 C919 已经运载了 11.6 万次的旅客，还有我们机身门口全球首家的中国印，也是一个著名的一个网红的一个打卡景点。我们919的那个旅客满意度相对来说比其他航线的话都是持续走高的。大飞机的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体现。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民用大飞机市场被欧美垄断，国产民用大飞机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外贸领域曾有一个说法，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够换来一架空客 A380 飞机。一个大的台阶上去了，这个台阶是民族的一种能力。这个民用机在现代的大国的发展中间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我身后的就是已经打开海外市场的 ARJ21 飞机，它是中国按照国际标准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飞机，最大载荷量为97人，包括基本型、货运型、公务机型等系列型号，能够完成中短途的飞行任务，目前已经安全运送旅客超过1100万人次。现场我们了解到，这五架国产商用飞机的编排也很有意思，两架 C919 飞机中有一架是中国商飞的，另一架是中国东航的，属于已交付给用户的客机。三架 ARJ21 支线飞机中一架是中国商飞的，另外两架也已经交付给客户，分别是一架客机和一架货机。这样的编排搭配无疑也是在全方位展示国产商用飞机，助力中国制造的飞机走出去，走得更远。C919 和 ARJ21 首次海外组团亮相便取得亮眼的成绩。在新加坡航展开幕当天，西藏航空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飞机订单。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满足高原地区运输需要。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满足中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同时，6架 ARJ21 衍生机型订单也顺利签订。当前我们中国商飞公司的两款主力机型就是 ARJ 和 C919 飞机，我们也正在努力的开发 ARJ 飞机的衍生机型，包括货机、公务机以及医疗机等各种衍生机型。 C919 飞机也在进行加长型和缩短型等系列化的发展，通过这种系列化的发展以及衍生机型的发展来满足各类客户的不同的这种市场需求。在地面竞台展区，我们还看到了首次以真机形式在海外航展上亮相的直-10ME武装直升机。直-10ME 武装直升机是一款全新中型多用途攻击直升机，拥有良好的飞行性能和超低空机动能力，打击火力强，战场生存性高，人机功效好，可靠性维修性高，保障资源完整先进，可在全天候复杂的战场环境和野外保障条件下遂行多种作战任务，充分展现了中国航空工业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也使得它成为现场最吸睛的展品之一。武装直升机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凭借强大的火力、灵活的机动性和高度的战场适应性，成为了地面部队不可或缺的空中支援力量。在众多武装直升机中，直-10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武装直升机，拥有作战半径大、机动能力强等优势。直-10ME 基于直-10改进而来，编号后缀的 M 代表深度改进， E 则代表外贸出口。此次亮相新加坡航展，直-10ME 凭借高配置、全功能、强防御三大特点，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空工业在武装直升机领域的最新成就。本届新加坡航展上，中国的直-10ME 是首次以时装形式在国际航展亮相。它的突出特点呢，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它配装的武器是比较齐全的，分别是制导的火箭、空地导弹和空中导弹，可以满足战场上的夺取一速之高的制空权。第二一个显著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航电系统是比较先进的，就是在旋翼的上方有一部比较先进的毫米波雷达，只有在高端的攻击直升机上才能够见到这种装备。
第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种自卫系统实际上是非常先进的。由于这个武装直升机在战场作战的过程中会面临敌方的防空系统的威胁，特别是便携式防空导弹的这种威胁，因此呢，这个直-10ME 实际上是配装了导弹逼近告警和定向的红外对抗系统，这个对于对付单兵便携的地空导弹系统对直升飞机的构成的这个威胁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那么这三个特点呢，反映了直-10ME 啊在国际军贸市场强大的竞争力。本次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携手合作共创价值为主题亮相新加坡航展，展台上涵盖了战斗机、教练机、直升机、无人机、运输机、特种飞机、应急救援装备等七大类具有高技术水平和广泛市场前景的军民用飞机，以及配套的高性能传感器、武器和先进防御系统，集中展示了航空工业集团最新的技术能力。值得一提的是 ,FC31 胡鹰隐身战斗机也在展台上亮相，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胡鹰战斗机是为满足未来战场环境需求研发的多用途战斗机。飞机采用单座双发外倾双垂尾全动平尾的布局，两侧布置大 S 弯进气道，配置内埋武器舱，综合作战效能优异。它的出现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国际影响力。胡鹰是中国面向国际军贸市场研制的一型先进的隐身战机，它的出现打破了美国的隐身战机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一家独大的格局。广大发展中国家出于维护自身空中安全的需要，对高端隐身战机也是有需求，这种需求很难得到满足。胡鹰的出现恰恰地填补了这种需求上的空白。护鹰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综合经济性。护鹰飞机呢，在这个研发、采购、使用这些方面，实际上它的成本都是比较低的，恰恰可以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使用高端隐身战机上对经济性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它的这种综合可用性。护鹰飞机呢是一机多行，一机多用，它可以执行制空、突击、侦察和信息作战的多种任务，所以它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上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因此呢，护鹰飞机实际上是在国际军贸市场上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隐身是最新一代战机的最大特点之一，隐身能力在现代战斗机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可以有效降低飞机被敌方雷达、红外等探测设备发现的可能性，提高战机的生存能力和作战效能。那么，如何验证一款装备是否真正具备隐身能力呢？这里采用的呀是室内 RCS 测量技术，通俗的来说呢，就是用一把比例尺去测算缩比模型的尺寸，这样就能够在小范围内去还原出雷达的运行情况了，从而在近距离上面去实现天线参数或者是雷达目标特性的这种原厂测量。那我们怎么样去模拟雷达的运行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一个很高的装置呢，它是一个射频单元，它的原理啊类似于探照灯，那么通过巧妙的设计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电磁波可以变化的雷达。
只要知道预期要面对的雷达波频率，然后确定模型和实体的比例，再通过比例计算出相应的电磁波频率，就能获得接近真实状况下的数据了。弹机的隐身不仅是在外形上实现特殊设计，在其他方面还采用了多种先进技术，如采用先进的材料、涂层和构型等，以降低雷达反射截面和红外辐射等特征信号，从而实现真正的隐身效果。新的隐身策略，第一个就是要让它在整个雷达的频段里面要进行隐身，第二个就是全方位，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具有非常好的隐身性，第三个就是让它在所有的频段上的性能，比方说可见光、红外、深隐身，随着性能的提高，所有这些隐身措施会逐步的融合在一起。昆仑 AG600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它最大载水量12吨，可以在20秒内一次完成集水，单次投水救火面积近4000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救火能手。在运20大型运输机和国产大型客机 C919 相继飞进现实后，与之并称为国产大飞机三剑客的昆龙也即将上岗。不久前，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昆龙 AC600M 在海拉尔完成最后一项高寒试飞任务，其动力装置系统、燃油系统、液压系统、飞控系统、航电系统、起落架系统等关键系统通过了高寒地面试验和试飞验证，可满足我国全疆域范围内的森林、消防、搜索、救援等多领域使用需求。也就这个时段，温度也就是我们今年能抓住的最后一个窗口。相比技术验证机，全状态新构型灭火机 AG600M 采用了电传飞控和综合航电，并配置了全任务系统，不仅投水量、安全性、航程有了明显提升，平台系列化发展能力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我身后，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上的调试。那这个庞然大物呢，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既要具备低空飞行的能力，但又必须兼顾到飞行速度，既要缩窄机身去减少水上的阻力，又需要留有足够大的物资储存空间。那这么多看似不可兼容的设计集于一身，克服了多少技术上的难题，可想而知。在 AG600 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技术和设计上的创新，比如说这儿在机身下方集水斗附近的这个位置呢，这个设计叫做断接。那么当飞机从水上起飞的时候呢，这个部位可以形成一个空气箱，那它就能够帮助飞机去减少阻力，更好的起飞了。AG600M 的研发是没有任何现代水陆两栖飞机的研发经验可供参考的，但是现在 AC600M 不但在设计、制造等核心技术上拥有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而且全机主要系统的国产化率更是达到了100%，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之一。高精尖技术的发展为中国航空工业开拓国际市场增添了信心和底气。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航展共有40家中国企业参展，并第一次在新加坡航展上设立了中国馆。众多中国航空航天企业抱团出海，带来了先进的航空航天装备与技术。像这款无人机呢，我们定义成是中型飞机，我们管它叫起了个名字叫射手座，实际上它是一种多功能的飞机，它除了运输还可以执行一些巡查呀或者救援啊这样的一些综合性任务。我们这次啊带来了整个飞机起落架着陆系统的产品，我们的优势就是寿命比国外 OEM 的厂商的要长啊，价钱啊要低。China and Singapore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work together in the aviation area. And the Chinese and Asia Pacific market will be the biggest market in the world for aviation and aerospace. 除了中国产品备受追捧，本次航展各国参展商也都拿出了看家利器。我身后的这台装甲车是新加坡 ST 工程公司的 Tyrex S5 装甲车，在此次航展期间刚刚与公众见面。这款新型的装甲车重达35吨，可承载13吨的装备，和前几代相比，它的可用空间更大，作战范围也是之前的两倍。它配备了更为先进的人工智能，比如360度无死角的全景摄像，以及利用大数据自动锁定目标。同时，中国市场也被多家参展企业看好。著名直升机制造商贝尔公司在航展上展出了设计师系列贝尔429公务直升机，这也是该型直升机首次在东南亚公开展示。We have delivered 220 helicopters in the last 5 years into China. China continues to be an impressive market.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post-pandemic China, where we see the growth again. So we're excited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开放合作还能实现共享共赢。中国航空工业在参与世界航展的过程中，一次次释放出中国创造的潜力与魅力，也为全球航空工业的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